是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指引，那我们当然影城部分是全力配合，全民防疫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啦，那所以我相信顾客部分他多半都会愿意配合。那当然如果说顾客他真的是觉得他在影厅内没办法饮食，那当然我们影城还是会协助客人是进行全额退款。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吧，如果说在购买之前店员提醒说为了疫情安全尽量不要在电影院饮食的话，有应该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可以接受吧。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会比较辛苦一点吧，嗯哼，他们还要把关就对了。对啊，电影院的影厅呢，真的要把关了，要采取加严的防疫措施。明天开始呢，台北市所有的电影院餐饮部呢，依旧是可以来贩卖餐食，但是呢，民众只可以在影厅外吃东西。一旦呢进入到影厅内要看电影的话，就必须要全面禁止饮食，而且还要全程佩戴口罩。然而，这项措施呢是属于劝导性质，并没有相关法则。